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全体委员就在今天上午9点到台北市政府考察市政建设。民政局、人事处和社会局等单位报告了筹划改革区行政、实践革新行政计划以及综合救济院的业务概况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召集人杨宝林曾经赞扬台北市政府的成就，也希望市政府努力改善偏僻地区和平民的生活。立法委员杨一峰和黄玉明等也提出了他们对市政的意见。